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杰啊。记得出门收了两三天的东西，就收了这几件，然后接回来了。这个是个和田白玉的，出大号烟嘴，是茶烟的啊。它是白玉的，很白很亮。有手掌，我的手掌是很长的啊，手掌这么长，这里面有抽烟的痕迹，有点烟味。这是一块和田青玉的平安扣，双面跟的啊，年年有余，手跟雕刻的，荷叶年年。双面跟的，然后它玉质也很好，特别油润。一块老玉啊，这个是块老玉，这个是民寿的啊，那些老人家，用来夹眉毛啊，掏耳朵啊，夹胡须啊，这是用来夹胡须的，这夹。这里还有一个番茄，蓝豆糊涂的番茄。像这种东西就是过去用来夹那个砍柴呀、用来夹梨的那个东西。这里很多个，一户人家里面收出来的。这老虎爪，这个是辟邪的东西，也是夹那个东西的，夹针线什么东西都可以用的。这里一套有很多。这都是全部都是铜的啊，全部是铜打造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个。看一下这一件提服，这是唐三彩的一把符。这把符造型有点独特，这个可能这里比较小啊。完整的声音很清脆。陶制品，这是陶的，也可能是出土的吧，应该。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了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